这什么植物啊？翡翠杨柳，这到底什么植物啊？好多人不知道是什么名称，不知道这什么植物。那林头了，正前方那林头拿到，在后方那竹子了，再来那个高一点，那个是樟树啊，它那线树樟树啊，樟木有棵神像啊，这到底什么树啊？这个叶桃吗？蕊头哈吗？叶子可以包粽子的吗？这什么植物啊？这嘎当秋啊，这茄冬啊，嘎当秋啊，茄冬啊，据说这个也是茄冬。哎，哦，不一样，另外去南边那一个才是，很类似啊，不同，你看公的母的不一样。木瓜啊，七里香啊，这什么花？紫色花，这什么花？哎，柠檬呢？柠檬，这红地倒哦。那古董，这个是古董。哎，这个肉梨吧，这是肉梨吗？哪是肉梨啊？七里香，七里香。哦，菜园呢？你看看菜园，还有温室的呢，黄虫的。哎，这里还有作品呢，灯管的呢。这垂杨柳吧。这个叫垂杨柳，哦，你看这水边的植物了，水边植物还很多呢。这马缨丹吗？这叫做马缨丹吗？这叫马缨丹吗？哦，这也是学校的钟声。